10年前的今天 对我来说，是个噩梦。今日之事，你不可与第二人提及。我想选你做我的传人。你可知道，背师刀意乃是我青云门中大忌。究竟何物才能发出如此冲天煞气？ 当年魔教之宝，嗜血珠与摄魂棒竟然融为一体，都要归我鬼王宗。金钟已经在路上，把郑小凡带给他。凡是与魔教有纠缠的弟子，头也死刑，绝无留情。随我下山。我不走。当小凡和魔教脱不了关系，我自有安排。 此主没有人心知，迟早会变成祸害苍生的大魔头。除掉他，连你也要杀我！